哎呀，妹。小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对呀、啊，我来看看你，不欢迎我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我刚刚去你家找你，你不在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去那边奶奶家了。奶奶家。对。啊，你背的什么东西啊？玉米。玉米啊，那么大一筐，那个重不重啊？我帮你背吧。不重，我自己来。哦，我刚刚去你家找你，你不在，我都准备回去了，结果在这里碰到你了。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好、啊，行，那个要不还是我帮你背吧，你这个。我自己来。你行吗？我可以。可以，那你那个辛苦了。辛苦了。哇，看着好重啊，你这个。不重。小威哥。嗯？怎么了？我们跟你休息一下吧。休息一下是吧？哎，慢点啊，别倒了。呀，阿妹，为什么那个？我每次过来你不是在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呀？没有啊，就是我在干活的时候你就刚好过来了。啊，是吧？对。那个你这样子每天都干活累不累呀？累啊，但是爸爸又不在家，奶奶她也大半年纪了，我不干的话没人干了。哎呀，我感觉你真懂事啊。没有。走吧小伟哥。你不歇了吗？不歇了，我可以了。行行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，走吧。慢点啊，妹。好。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小心哦。好，谢谢小威哥。好，没事。小威哥，那你有凳子，你自己拿来坐一下吧。啊，行行，没事没事，我站着就行。小威哥。哎，怎么了，阿妹？你没吃饭吧？我给你做饭吃。吃饭啊？对。那个饭我就不吃了。那个阿妹，你今天下午还有事吗？应该没事了吧。没事的话，那个我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？那个去了你就知道了嘛，可以吗？好吧，那小威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换一下鞋子。换鞋子吗？对。哎，行吧，那你去换吧。好，那我等你啊。好。小威哥，是这里了吗？对啊，就是这里了。这里好美啊。是吧？走吧，我们过去玩吧。阿妹在那里放羊，我去吓一吓她。嘿，辉哥，你吓我一跳！哎呀，你在这里发呆呀？那个阿妹，你闭上眼睛，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。嗯，好。你把眼睛闭上，好不好？嗯。我数一二三，张开，好不好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。哎，花花送给你。花好美啊！美吗？是吧，我感觉山美水美人更美。威哥你不要这样。哎，我说的是真的吗？今天出来玩开心吗？开心。这边风景好吧？好看。好玩吗？好看。好玩。好玩就好。走，我们再去那边逛逛吧。去那边玩玩，走吧。岩石上飞，别再哭阿嘎莫，别让泪淋湿明天。